家好，我是威郎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在花莲的基奇海边。好，这边是一个废弃的九孔池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换装呢下去抓这个海胆。那今天天气特别好，然后这个水也非常的清澈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虽然下海之后海水能见度很差，但游近一点还是抓得到海胆。一口气一箭双雕，每一次躬身下潜前都势必锁定好目标，才会有收获。海胆多到连我们的网子都装到破掉了。看看这只善于伪装的海胆，在这里呢也有海参可以观察哦，很像一颗会喷水的石头。年轻的海鳗也在这里休息。有看过奔跑的河上蟹吗？是不是超级可爱呢？对面的堤防如果浪再小一点，应该会成为很多人的网美景点。取用呢，要知道我们要吃多少，那太小只呢，就把它放回去，不要什么都把它带走哦。那像这种比较大颗一点的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抓起来吃哦。那今天的探险呢，抓海胆的活动呢，到这边结束。那刚刚这边这些呢，都是我们下海大概一小时抓到海胆哦，非常的多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要来做挑选，像这种太小的海胆啊，我们就把它放回去哦。
回到家开始处理美味的海胆料理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吃的海胆蒸蛋哦。我来尝尝尝它的味道一下。结束啦！喜欢我影片的朋友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。